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第二场分析：欧罗巴布拉加对战莱斯特城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布拉加小组赛两胜一负，打进五球丢五球，目前积六分，排名小组第二位。上周末球队客场2-1击败泰罗芬斯，迎来各项赛事两连胜。客队莱斯特城3战3胜，打进9球丢1球，目前积9分，排名小组第一位。两队首回合交手，球队主场4-0完胜布拉加，心理占据优势。本场比赛开出客让平半，想要获取本场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划着划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